大家好，来，舅舅和大家说一声 hello，舅舅，hello。哎，放标，哎，A 一下，两下，先杀小小，带走啊，很舒服，拿了一个一血啊。杀他！先走一下。他怎么不是个好先知？我也想。哎呦呀，放饼干！哎，手慢了，手慢了。全去了，全去了，去的人很多。查一下，又会看一下，再看。我上了，我要么就杀他，跟这一换一，要么就是人杀不掉，我还搭了，我只能跟他换，走不了，真走不了。十级天赋加属性啊，这样肉一这波我想跟团，我刃甲要留一下。下一件兵役啊，有鬼，有鬼在下，有鬼在下，哥们，有鬼在下。刚才我们下路接团了，那个月峰。现在其实有鬼比上个版本更厉害，其实比上个版本更厉害。可以杀，先杀小小。Nice，非常。刚不过我，他刃甲肯定弹不过我，弹不了。弹我就有点开玩笑了，好吧。飞过去放镖减速叠加吗？飞镖和飞镖不叠，飞镖跟冰眼。飞镖跟冰眼一样，杀一个小小。
四秒，四秒，三秒。兄妹，吓死人了！赶紧跑！第一波让队友吃，哎，看到先知了，喜欢玩先知啊。第一个杀我们就先杀先知，先知杀完了找火猫，火猫哎找酱油开刃甲往上面一顶，顶上来吃技能，啊，打我等于打自己，弹死两个，哎，靠一下往火猫脸上贴，你叫火猫啊，喜欢飞加再走。大聪明，盾我们打的呀，是女王的盾。你谁也没有想到有一天刀塔会变成摸霸鼻祖啊，那会儿还得再死。哎呀，揍死我，揍死我，破坏揍死我。好想挨揍，哎呀，好想挨揍！挨顿揍啊！只有挨顿揍才能知道这个折射他到底肉不肉啊？感觉是很肉，他这个炮快把队友轰死了。直接弹死。蝴蝶了之后，对面已经没有人能杀我了。双手插兜，不知道死字怎写。不知死字这个字怎么写，好吧。刃甲反弹开三技能啊，这个折射把所有人都弹死了，我操！楼上装修，
个毒标。贴吧算了，贴吧软广多。心再大一点，我操！什么手机还会给你加补丁，让你变得越来越卡？嗯，一年给你加一次补丁，加完就卡你啊！就主要就是为了锁你算力，让你手机变得越来越卡，让你换手机。一技能打一下，一技能直接打到是减速啊，反弹到的话是恐惧。孽主不好杀。要杀杀这个天怒，天怒好杀。减速，但是没视野，一枪没打死啊，一口老魔棒。哎，站好。漂亮漂亮漂亮，下路开团了，踢过来。
这波有点亏，这波有点亏，这波有点亏啊。三杀，三杀，伤害拉满了这一波。下一件振奋，振奋之后出大炮，振奋大炮。好过。振奋，大魔棒吃一手。你这个原理知道了才能举一反三啊，对吧？你不能每个技能都一个一个说，对吧？有的时候他不知道什么原理，对吧？原理知道了才能举一反三呀。对不对？伤害爆炸高，他是比较吃你的进场，你的进场切入要非常好，因为这英雄跑得很慢很慢，而且需要你团队能理解啊。这个伤害，装备出好了，直接往上面撞就是了，等对面冲。火枪这么出装不利。为什么火枪这么出不厉害呢？因为被动，被动的区别，被动区别很大。所以打 B 零啊，你要多出分身斧，就是你多拿多单位往上面塞，你不要一个人上，你一个人上就是坐牢啊，你一个人上可能两枪就被秒了。在这个双枪起飞之后伤害太高了，像这样看到没有？我还没开大呢。还没开大呢，你不要看我现在玩的这个很舒服，对吧？不行，这波我要出事了。BKB 一样打。打不太动了，打不太动。看到伤害了，看到信息了吧？因为什么说克呢？因为巨魔战将开大招 A 不到 B，A 不到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他开大招的时候他不能动，就是他控制不了啊。触刷新就是为了无敌啊，就是为了那无敌时间啊。好，哎，这个被溜了，智力跳没必要，智力跳对 B 零提升太小。是 B 零一般出装的话是出的是敏捷跳岛，
看到伤害了吧？这就是 B 零。啊，难度系数虽然高，但是非常厉害啊！难度系数高，但是非常厉害，非常非常厉害。Hello, I'm Sumia。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，希望能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动，请大家继续支持 Sumia Office。